叶小姐，谢谢你啊，程英小姐，你这今天晚上帮我卖出去的酒啊，等于我平时在别处推销的10倍啊。这是今晚的抽成，你点一下。够了。以后我们再这么合作，我可以给你更多的提成。啊，不用了，我这也是江湖救急，所以才这么做的。要是长期帮你推销啊，也不符合金武台的规定。程小姐，今晚上多亏你了，要不是你啊。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合作愉快。好，那我先走了。嗯，再见。再见。春英，这思乡瘦瘦呢，你就这么缺钱啊？我真不想说这句话，可是怎么哪儿都是你啊。是啊，我是缺钱，我要是不缺钱，我就叫程文忠，不叫程英了。春英，要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可是越发光彩了。 刚才我看选票就你票最多，可惜可贺呀！谢谢你啊，山青，还是你好，你比某些人体贴多了。嗯，某些？怎么了？对了，我还没对你逼供呢。跟我说你那些钱，你别又告诉我你姥姥生病了，在医院里面躺着着急用钱，全家的重担都担在你的肩上，你无奈之下又四处筹钱，哇，好可怜啊！实际情况也差不多嘛。 真不知道我该怎么说你。你说我要给你钱，你又说我不尊重你。你要赚钱，我只能支持你。可是你会不会保护自己啊？如果吃了亏，钱能买得回来吗？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错了，就这一次好不好？文忠，谢谢你这么关心我。这交易我练得差不多了，应该能过关。现在就差一个招牌曲目，明天是周二。 我带着你到其他的舞厅里面去看看别人是怎么表演的。其他舞厅，我去了还不被轰出来？你傻呀！你不会乔装一下，穿个男装，人家不仅不会轰你，还会让你见识一下别人是怎么拉票的。哎，这个主意好，我早就想撞男人了。哎，不过我有个要求，只要不带淑媛，不只带淑媛。 高文忠，你可以啊，还会弹琴写曲子呢，还有多少能耐没展示出来啊？嗨，都是以前我爸逼我学的，算不上专业，但是弹一下肯定是没问题。你觉得这曲子怎么样？好听啊，旋律特别好听。我在想，要是我比赛的时候有这么一段旋律来唱的话，效果会不会很好啊？那我试着把词填上，让你试试。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们把我们想说的、想唱的感觉全给它填进去。 然后你自己来唱，加上你自己的感受、感情，我觉得一定会非常棒的。嗯，行，那你弹，我哼哼看。来。嗯。啦啦啦。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最纯真的过往，有一点淡淡的忧伤，但却又无法忘记的过去。嗯，这个是文忠刚刚写的，还没想好名字呢。大哥，听你这么一说，要不咱们就把这首歌叫做《忘情歌》吧？忘情歌，哎，这名字好啊。对了，我吩咐红叶，每天上午的10点以后把这个排练场留给你们。 你们好好排练。
还有，我看了你那些票啊，一直遥遥领先。我想候选人的事应该没什么问题，进舞台就靠你了。嗯，谢谢林老板。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我们在看表演。我们是在演出。就是我们是在演出，准备去看表演。就是，大哥，其实跟你说实话吧。 对这个结果不满意啊？不满意又怎样？我总是差他一点点。嗨，别放弃啊！你现在要是放弃的话，可就真的输了。切，你太不了解我柳云了，我是不会认输的。哼，我就欣赏这种不服输的人。你欣赏有什么用？人家可是有林老板和金姐撑腰呢。嗨，如果你要是得到这个最佳新星，老板们也会为你撑腰。 这么着急叫我来什么事儿啊？你赶紧坐。你最近有没有听说什么风言风语？没听什么风言风语，怎么了？今天早上我看到几个不入流的小报在放消息，说程英为了赢得这个最佳新星候选人，甘愿别人占便宜。怎么会这样呢？这不胡说八道吗？太过分了！你告诉我哪些报纸？小声点行不行？都说了是不入流的小报了，查都不好查。就程英那脾气，他要知道别人这么早要，肯定会气死的。 他刚刚定了参赛曲目，正在专心练习，不能分心呢。要不这样吧，我写篇报道，把他发到报纸上澄清一下，不能让别人就这么损了他的声誉。不，这个办法不好，这不此留一个三百两吗？这样不知道人也知道了呀，反倒对程英不好。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呀，主要是想让你提醒一下程英，既然有这样的新闻出来了，你就跟他说，让他少下场应酬，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你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程英，我刚才问职员了，截止昨天晚上，你的观众投票数仍然领先柳云的，50多票呢，这还有好多天呢，柳云姐一发力的话，说不定就赶上程英了呢，这都说不定啊。投票都多长时间了？柳云一直在程英的后边，就一晚上时间能超越？哼，鬼才信呢。 你还真别不信，现在程英在外面的名声可不太好，好多观众都已经改投柳云姐了呢。我们走着瞧。你，小矮个儿。程英，刚才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不会的，高先生。哎，那个，你们俩聊吧，我去上台准备准备。听说了吗？ 听说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本来就是没有的事儿。这样会影响你的名声和选票的，今晚你别去拉票了。那怎么行？马上就要决赛了，我不去拉票，岂不是让柳云钻了空子？跟这个名次比起来，你的名声是不是更重要啊？你就，你当为了我行不行？我的名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这时候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很明显就是有人要针对你，你就应该以退为进，不应该再到场上去拉这个票，所以说你就不应该。哎，好了，你啰嗦死了。哎，不跟你说了，我要上场了。那你选票的事怎么办啊？哎，行，那我再想想。哎，你这还用想？你长没长脑子？二小姐，如果你退出拉票活动的话，这样会对比赛有影响吧？如果这个谣言越传越开，即便我得了最佳新星，也丢了声誉跟名节，到头来还是得不到林世维的器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旦要是输了，接近林世维就更难了？也不一定。昨天我跟于经理表过态之后，林世维就亲自来琴房找我谈了一会儿。哦，是吗？我想，我这个举动多多少少也会引起一点他对我的关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反正不到最后揭晓的那一刻，我也不一定会输给柳云。文中为我写了歌，到时候只要我表现出众，林世维还是照样会让我替他赚钱的。只要他越来越器重我，我离报酬就越来越近。希望如此吧。但是我听说，程莹现在手里有一首非常出色的歌曲，准备在最后比赛的时候唱，好像很胜券在握的样子。是首什么曲子？你听过吗？没有。但是不知道他下了什么功夫，现在林老板把琴房专门给他用，他每天跟高文忠在里面练习，别人都进不去呢。没关系的，柳云姐，你不还有我们的支持吗？嗯，你说过的。如果你得了最佳新星，一定会提携我们的。再说了，帮你不也等于帮我们自己吗？是啊，我跟我那些朋友都说好了，都让他们来金舞台看表演，他们那些票不都是你的吗？还有，我拉票的时候已经跟那些较熟悉的观众都说过了，他们呀一定会支持你。没错，
要是我赢得了最佳新星的候选人，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来，干杯！来，依祝我们成功！干杯！欢迎来到金舞台最佳新人候选人选举的决战之夜。好，好，好，期待很久了。经过一个月紧张的比赛，层层的投票，我们金舞台最终还剩下两名学员，分别是柳云和程英。那么今天晚上各位贵宾的投票将决定着谁将代表金舞台去参加最佳新星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唱票，究竟花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之前程英一直领先啊，程英肯定会赢的。知道程英辛苦了多久了？对对对。再说了，咱们这还有一心带她入行的高先生呢。你想啊，又陪笑又陪哭，还陪唱歌陪跳舞，怎么不得有点儿回报？别废话！我也想让程英赢。大家静一静，大家请安静，我们的票数已经出来了。首先，我们先公布柳云的投票。柳云今晚得票243票，加上之前的4107票，两项叠加总共是4353票。恭喜柳云！好，好。那么程英的得票是？程英今晚得票是189票，加上之前得票是4164票。总共得票是4353票。哎呀，这怎么两个票数一样的？这怎么办？到底是谁到底选谁啊？是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程英和柳云的投票居然是一模一样的。早知道我就应该听你的建议，我就牺牲思想把我的女朋友全招过来给程英投票。你不说金舞台装不下吗？还早知道你早干嘛去了？这也不能全怪我呀，这件事你决定不让他下场拉票的，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原谅的嘛。这小子这样啊。林老板，最佳新星的候选人要开出双生花吗？是啊是啊，这难道两个人一起去？对呀，不可能有两个人去。有这个可能，因为只要是人才，我们公司一定会力捧。不过之前我说过，最佳新星候选人只能是一位。我差点忘了，我口袋里还有一张选票，还没有来得及投出去。你们猜猜看，我究竟会投给谁呢？投给程英。程英啊！当然投给程英了。投给程英吧。程英。投给程英。投给程英。支持柳云。投给程英。支持柳云。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程英和柳云是我们金舞台的精英，都是可造之才。现在我正式宣布金舞台第一届最佳新星候选人。宣布了。是谁啊？就是金城。他的名字就是程英小姐。好，有请程英小姐。程英，恭喜你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林世维的帮助下，我赢了。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喜悦，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赢了比赛，更是因为林世维选择我的举动，证明我之前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坚信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的复仇一定很快就能成功。哎，这还没洗好呢，放回去。哦，好。
新京记者会啊，幸好你被你爸安排在家应酬没来。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乱子了？何止是出乱子，简直出大乱子了！啊，陈英太美了，她那一出场，哇，何止是眼前一亮，简直就是心都快飞出去了。你要是在的话，不得当场晕倒，我还得帮你叫救护车呀。招人烦。哎，但我有个新发现，哎，我觉得好像林诗蕾跟程英感觉怪怪的，好像有什么，又好像没什么。程英看林诗蕾的眼神怪怪的，林诗蕾看程英的眼神也是怪怪的，说不好。你回头留意一下，虽然程英要仰仗林诗蕾栽培，别到时候栽进去了。看到你的画像没？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新家，房间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看还行吧？哇，我以后真的就住在这儿了？当然了，刘妈。哎，林先生，您回来啦。这位是程小姐。啊，程小姐您好。以后她的饮食起居生活就由你来负责。刘妈您好。那以后就劳烦您了。哎呦，您别客气，林先生都交代过了，主人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等程小姐搬进来以后啊，你就可以安心住下了。主人房？啊，那多不好啊，林先生，我住个小房间就可以了。哎，那怎么行呢？你现在是世纪娱乐力捧的新星，不能再过以前寒酸的小日子了。这是公司给你布置的新家，你就是这里的主人，当然应该睡在主人房里，对吧？刘妈，你去准备两杯咖啡。好的，林先生。啊，随便看看。嗯。里面的房间真的好漂亮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只要你好好唱歌，更多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林先生，谢谢您跟金姐的栽培，要不是你们，我一个从乡下来的女孩，怎么也想不到会过上这样的生活。处处有意外，这才是生活嘛。就好像我一样，我也没想到可以遇见你。对了，昨天晚上的投票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最后那关键的一票，我估计就落选了。哎，不要说你跟柳云是同票了，哪怕是差100票，我也有这个能力让你当选，你信不信？我一定不辜负您跟金姐的期望，努力练习，好好准备比赛。不过呢，最佳新星呢是庞达昌举办的，结果我就无法预测了。你呢，现在是炙手可热的明星，凡事呢要有个心眼，千万不能给人留下画饼。嗯，我会注意的。嗯，公司接下来会给你安排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你要好好准备。你记住了，以后遇到任何的困难要先告诉我，我替你解决。嗯，很好。林诗蕾对我越来越上心了，竟然这么偏袒我，我要乘胜追击，一定要找到他犯罪的证据。哟，
喝一杯。给。哎呀，这酒不错呀。是啊，特地买的。你在记者招待会上也不错。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对了，安排给程英的小洋楼里的那个流氓是你的人吧？你什么意思？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有伤害程英的想法。他和金舞台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既然要投身娱乐界，明星是最重要的环节，他可是一只潜力股，你要好好的栽培他。如果真的是工作上栽培的话，刘妈是不是我的人都没有关系了吧？我提醒你一句啊，那程英身边有个高文忠，你跟程英走那么近，高文忠怎么想？你不还要靠高文忠的关系去办很多事情吗？为了程英，你觉得值吗？我是个商人，我的任务就是挖掘新人潜在的价值。那你对我呢？你什么意思？我已经在客房睡了一个星期了，你一次都不来找我，你什么意思？你那天发那么大的火，我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你呢？对吧，凤姐？过来吧。干嘛呀？我还能干嘛呀？我不就是想帮你揉揉。关于密室，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没有别的意思。还有这个房子，你是唯一的女主人，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这几天一直在等你，除了工作上的事情，还想聊聊我们自己的事情。其实密室吧，我也不一定非要去。我不就是怕你心里没有我，不把我当成自己人吗？我心里头怎么没有你了啊？那你这么对我，我怎么对你了啊？哎，给凤姐脱鞋。孩子的事情问我将来可能。金舞台，金舞台，原本办这个星星比赛就是为了对付金舞台，现在反而被他凌视为借了势，我们变成了陪衬。老板，金舞台造星的能力确实不能小看啊，这么短的时间，金舞台从无到有，我们好多老客户都被他们抢走了。我们舞厅上座率啊也下降了。老板，要不然我们想个理由把这个活动取消了，免得我们捞不到好处，还让金舞台占尽了便宜啊。我们要是现在取消了，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吗？各位，你们也都再想想，在我们培养的这批新星里面，还有谁是可以和程英抗衡的？在金舞台内部，我是听过有跟他势均力敌的，但是我们这儿恐怕就没有了。哼！大小姐，有粮来了。嗯。金姐，你找我？程英被选做了最佳新星，公司跟她签了新的合约，已经不住在宿舍了。搬到静安区的小别墅里了。
那里离金舞台有点距离，我想安排让你去接送的。是。你放心，我会每个月给你多加50块的薪金。谢谢金姐。你要是在车上听到什么异样的事情，就告诉我。金姐的意思是，让我监视他们。你就把你听到的、看到的一五一十向我汇报，其他的不要多问。好的，那我走了。哎，哥，早啊。早。我刚跟有良交代了一下，让他去负责接送程英。程英现在身份不同了，总不能让他走着或者坐人力车，让金舞台再丢了面子。就让阿全来负责接送你，他负责我跟程英的进出，你觉得怎么样？这些事你安排就好了。你这风和日丽的，你放着程英书园不陪，拽着我一大男人逛什么公园啊？啊，逛就逛吧，你在这儿了啊，围着转了几圈了，话都不说一句，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你就耐心陪我逛逛吧。不逛了，不逛了，坐这儿聊，把话说清楚再走。我说，你这两天不是陪着程英跟凌世维去活动了吗？别提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烦交际应酬了。在那些活动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我想说的，我做的每一个表情都不是我想做的。可是为了程英，我又不得不这么做。要不说痴情感动天地呢？你爸爸软磨硬泡，威逼利诱这么多年都没做成的事儿，程英连话都没说出口，你就主动做了？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能放手让他跟凌世维单独相处吧？凌世维看他眼神不对，而且凌世维还给他租一洋房，有专车接送，这多不安全啊！说清楚点啊，是你不安全吧？要我看，你前两步呢拖的时间也够久的了，我觉得你应该直接表白。现在你不正陪他练歌呢吗？这正是好机会啊！你傻呀？现在去表白，他还要撮合我跟舒媛在一块儿，现在表白不往枪口上撞的吗？那你也不能看着他和凌世维越走越近呀。这样，我给你出个招。如果你实在闲得没事干，我劝你先把稿子写给我。哎，哪怕你写一篇劝当红歌星珍惜眼前人的文章也可以吗？你就不能别拿我开玩笑了？你不是说要给程英做专访的吗？写得怎么样了？我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说说。别提了，我前两天去金舞台采访了，但是总觉得文章没什么主题线索。如果光放对话的话，太有失水准了。你可以做个类比啊，去查个资料，把以往上海的选星活动的什么歌星啊、歌后啊、舞后啊，全部都找出来，跟程英做个比较，程英的与众不同不就比出来了吗？行，最后再给你出个馊主意啊，现在呢，你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趁着你跟程英练歌的机会，多聊天，多说话，态度要坚决。我知道了，明天早上我就去陪他训练。行了，那我先回报社了，晚上务必把文章写给我。嗯。沈星。哎。这是你要的新闻简报。哦，这么多啊！从我们报纸创刊以来，上海举办歌舞比赛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太谢谢你了，老黄。哎呀，我们干档案管理员的，准备那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哪一天你们能用得上。分内的事儿。哎，这是鸿雁姐。你在看于鸿雁？老霍，你也认识她呀？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于鸿雁呐，10年前。他是红遍了整个上海滩呢，
他驻唱的场子那是场场爆满，半个月的薪水呀、啊，买了一张票进去听了他唱。哎呀，这唱的是低回处事，如诉如泣呀、啊！我当时还没有来到上海，只是听说有个当红的歌星得了歌魁，风光无限，没想到是他呀！当时啊，没有留声技术，他唱的那么好，也没有留下唱片。他当时那么红，为什么要突然隐退啊？他隐退，有人说是他病了，有人说他是嫁人了，也有人说受同行妒忌，被人下药破坏了声带，再也不能唱歌了。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知道喽。这样，老胡，能不能帮我个忙，查到所有关于胡彦的资料，可以吗？可以啊，我现在就去档案室帮你找啊。好，谢谢你啊。没事儿，好好。胡媛姐，是你啊？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哎呀，我今天是专程过来找你的。我昨天晚上呢，想了一晚上你的事儿，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呀？哎呀，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原来你是上海滩最红的歌星，可是十年前你突然隐退了，当时为什么隐退啊？你是不是发烧了？啊，在我这胡言乱语的。出门右转第二个门。你要采访的那些姑娘都在那排练呢，或者你可以去一楼的医务室，让大夫给你开点退烧药。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本来我昨天晚上呢是想找一些之前歌星的资料，然后和这次金舞台的新星做对比，但是发现报纸上全都是你的新闻。你这都是从哪儿听来的闲言碎语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出去。啊？请你出去。拿着你的包。出去、不是，出去，咱们俩不是朋友吗？朋友之间聊起一些过去的事情，这不是很正常吗？我是不会跟一个小男孩做朋友的，请你以后有工作的事情再来找我。出去。什么叫小男孩啊？出去。哎，小男孩，那你是什么？大女孩啊？不告诉我。好啊，那我就自己去查，去查清楚。不对，完全是不对的。这个时候你应该稍微的伸展一点，明白吗？伸展一点，伸展啊！啊，对对对对，就这感觉，肢体很重要啊，别老是对着观众，跟那傻唱，弄得自己。你给我严肃点啊！我现在是你的代课老师，你信不信我让你罚站，信不信？我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我被人给虐了。被谁给虐了？有人敢欺负我兄弟是不是？你告诉我是谁？我。哎，不对吧？是不是被哪个姑娘给欺负了？让我猜猜，是红艳姐。你别给我提红艳啊！她有事瞒着我，这也激发了我的斗志了。不看我是干嘛的，我非把他查个清楚不行。厉害死你！讨厌啊！练得怎么样了？没看见我旁边这位已经是最佳新星的候选人了吗？公司发话了，把整个排练厅单独拿出来给我们训练，这样柳云他们就不会来捣乱了。说是单独训练，不就是二人世界吗？啊，行，三人都在这儿，我请你们吃饭吧。行。你们去吧，我晚点要跟老板去参加一个活动。怎么哪都有活动啊？你是去参加比赛还是去参加活动的？金凤姐跟林老板都安排好的，我有什么办法？什么活动？我跟你一块去。林老板说让我自己去，你去多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那是我大哥，你跟他说我不让你去怎么了？哎，你谁呀？你整天这么横。我是高文忠啊，我大哥怎么了？再说了，我也是公司的一员，好不好？行了行了行了，这有什么好吵的呀？陈英是公司的人，听公司安排。我跟文忠去吃饭。你看看人家山青多善解人意啊。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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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明天休息，请你看电影。好啊，去哪儿看啊？我去接你啊。大哥，你能矜持点吗？那笑脸都快咧到后槽牙了。我不是挺矜持吗？我在生气呢，没看见啊？没看出来。
情破爱最伤悲，为情曾爱过，为爱去恨过，最后只剩下罪过。